这个弗洛金就是瘦肉，非常棒。不乐意，不乐意，是你的啊！吃的慢点，给你留着。我，我吃点，咱个了。嗯，谢爸爸。不用着急啊。吃肉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。两口干了，两口怎么样？两口三口，这个炖的太长了。我们家喂了六条狗，我们也和我一样喜欢小动物，家们。好，家人们啊，又得饭点了。精品猪皮啊，那个这小家伙又想吃猪皮了，来给他安排那个炖那个老烂糊了。这猪皮干什么了？谢谢爸爸。嗯，走吧。叔阿姨们帮我爸爸点点关注吧，谢谢你们。说慢慢的就按着来。好吃吧？嗯，好吃。筷子不好用，早知道戴手套了。哇，
最后一口。闷了一晚上，非常烂糊啊！嗯，哎，包子。我也有猫馋坏了，来，猫猫猫，每次回来都围着我转，来，啊，两个猫，给你吃的咬动呢，来，给你一块牛心管，肉包子，来，慢慢是吧？哎，全是脆骨啊！吃肉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。